其他人呢？爷爷呢？外公啊。好孙子，我让刘管家他们呢放有薪假去了，我今晚要找人摸八圈，就让你们孤男寡女的好好交流一下了。外公说他跟朋友有事情要在朋友家过夜，所以今晚不会回来，然后其他人也很奇怪，都说家里有事就赶快回家了，所以只有我跟你在家。是啊，新婚夫妻的第一个晚上都在做就洞房嘛。你肚子应该饿了吧，我来帮你介绍一下今天的晚餐。今天这些晚餐呢可是我特别啊为你烹调的。你不要看这个黑黑的，它其实呢是我不小心烤焦的生蚝，因为我知道你在武儿馆教小朋友练武很辛苦，所以我想要帮你补补活力。啊，这个啊，你千万别误会它是寿司哦，它其实啊是烤鳗鱼。啊，还有这个，这你应该很熟悉吧？小时候你常吃我的便当，这道菜色啊是固定的，它是呢山药煎饼。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亲自为你做的哦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一点一准备了一桌暧昧垂情的浪漫晚餐。不会吧，他真的用这种下流的方法骗我上床？吴小妹，你在想什么？我还想说其实我吃过了，有点饱，什么东西都吃不下。哦，原来你吃饱了。那也没关系。因为今天这些菜我有点失败，我下次呢一定再煮好吃的给你吃。你肚子不饿没关系，应该会口渴吧？来，还有这一杯，这可是啊我帮你特调，而且还特别加料。1.2，你怎么知道它在里面加了什么料啊？喝啊，赶快喝啊。我真的有点饱了，我先上楼休息了。